好，各位，今天是其实我的出任务特辑，我们来到了台北的星光三月 A11 的一楼。平常居住啊，来这里啊，通常都是买运动用品或者是 Uniqlo 还有无印良品嘛。那今天非常特别，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在一楼的双语战争快闪店。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一区啊，它是幻谷战机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叫幻谷战机。它的特色主要是什么？可玩性非常自由。嗯，对，因为它的所有零件是都可以拆下来，你自己对于它的摆设什么，你可以自由去做调整。像它这种城墙啊，它也是都可以拆开，当成一个临时的阵地这样子。它们主要是看起来是1:35的比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它是人物是比较小的，我记得它还有那种未涂装版本可以买下来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去对自己再去上色。它的玩法取决于就是你的想法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这边这一块主要是那个布鲁斯设计理念，就是他就是一个白领的上班族，就每天就是过得很厌世。这个是第一弹，然后这一块是第二弹。对，这是他另外一个系列，就是因为他这个系列叫下班后的小组。这个除了脸做的特别红之外，它上面还有一些酒啊，对，或者一些食物拉面这样。然后你看，就是他连下班他的电脑都还摆在这里，他还是要上班。接下来这一块啊，它就是双语战争。对，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主打商品就是双语战争。主要这个故事场景啊，就是一个末日的一个战争嘛，经过核爆了之后。对，就是人类过度利用地球资源之后，然后下酸雨，开始下酸雨，然后改变地球可以生存的那个环境，这样。所以人类就开始互相抢资源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身上啊，就非常多的装备啊，跟机甲，要去做这些载具啊，然后去对抗他们所面临的敌人。对，因为他们就是分属不同的国家，然后每个国家有的资源都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规则，就是我只要能抢到就好。这个蛮特别，是设计师玩具吗？对，是设计师，是他自己亲手绘制。哦，这不是原本出厂就长这样了？对，他自己亲自上色。真的假的？哦，他就把他们自己自家的那个载具，然后再帮他做一些类似涂鸦的。对，哦，而且他上面做了很多很棒的旧画。对，他有做一些他自己的细节在上面。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它是一个场景模型。哎，我觉得它很明显就是他们的那个颜色，其实就可以稍微做一点区分。嗯，所以蓝色是雅格士，然后红色是地狱军团这样。对，他们就是两个国家。哎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有在现场有在贩售的商品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圣诞，它圣诞系列这一款会出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就想要有点缓解他们战争的那个紧张感。对，哎，这个比较特别，这个是日本的那个浆糊人吗？它叫黄小狗，另外一只是粉红兔，然后还有一只是蓝大象。Uh-huh. 我们的机器里面都有摆它的第一款这样， uh-huh. 但是我们放在柜台，目前是放黄小狗。那我们想让就是客人去体验说，哦，无人商店的方便的地方在哪里？我刚刚想买就是这个啊，刚刚这个未来兵，因为看它的配色啊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这个也蛮特别，它有点像那个沃尔麦特，对不对？它是那个头上啊有点那兔子的造型，这只也蛮可爱的。这边我直接按所有商品，然后浏览货架，然后这边就可以选刚刚那一个这个未来兵，然后下面有它的一些故事的介绍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如果有喜欢的商品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背景故事啊，跟它的设定。我得到了未来兵了，他叫什么 ？Boys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那个作者的介绍。那接下来这边就是比较细节的展示了。他会根据他的那个国家去做摆放，就是各个势力。对对对对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势力啊，比方说公路小队啊，然后这个是地狱军团。对，这是地狱军团。那其实你要去区别他们的那个阵营的话，除了我刚刚说的他们可能身上的一些服装的话，再來就是他们的这个logo 啊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势力，它是土鬼。土鬼就是像第三势力这样子。很特别，就是它上面这个是直龙公仔的。对，它摸起来就是很舒服。这叫孤寂嘛？对，这只是孤寂。你知道孤寂是一首歌吗？孤寂是一首歌。
你不知道？哎、欸，摄影师，你知道《孤寂》是一首歌吗？你说孙燕姿的？对，孙燕姿的，孙燕姿的。孙燕姿有孤寂？对，你回去查孙燕姿。我听孙燕姿，为什么觉得她有孤寂？就叫孤寂，对啊。说不定 Key 的老师很喜欢《孤寂》，孤寂。不要骗我，乱讲，乱讲。孤寂，孤寂。这边我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它有点日式的风格，它是最新出的大和系列。对啊，我看他们脸上都有戴那个日本的传统那个鬼面。对对对，他手上这个刀也是有点像武士刀的。哦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回到这个温暖的工作室，那我们就来立刻开箱这次我们在快闪店活动的战利品。那首先就是这个酸雨战争的 Boys， 大家看它上面的和徽啊，这插画就非常的有质感，对不对？而且在酸雨战争它这个系列的内核啊，都采用一个类似一个行李箱的造型，那看起来就非常有质感。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，赶快把它打开吧。有点可爱，是你把它摆出来之后，那个盒子还可以收纳东西。对啊，这盒子之后还可以做很多的用途，你可以放一些小零件之类的。它这边有附上两把枪跟刀。它脑是透明的。对啊，它脑是透明的。它好像是那个量子电脑，就是它在里面的故事设定啊，是一个 AI 的审裁官，就专门负责审判跟执行的。所以他的头啊，这边做了一个透明的质感，特别就是要让他头脑里面的一个机械结构给他露出来。所以大家看到前面影片就会发现，这种酸雨战争的士兵啊，在他们身上的旧化、啊、都做得非常的到位，就是有别于一般的可动玩具啊。他们在上面就做了很多，比方说擦伤啊，或者是掉漆的一点处理，看起来就有别于一般玩具，就特别精致。不过在台湾，他们就是比较小众一点，就是没有比较强大的动画 IP 来做支持，所以他们就特别是以这种非常具有特色、个人风格的设计师玩具作为他们的主打。然后除了双人战争之外，还有这个幻古战机的公仔。那它这个的话是比较再小一点的比例，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是1:35的可动玩具。在包装上面就不是像双人战争一样，而是采取一个泡盒式的设计。这次的两款呢，分别是灰熊守卫军团的自走炮兵小队，跟这个单支的幻古战士先锋阵。那在涂装上这方面啊，就有别于刚刚的 Boys， 单纯使用了一点字体 logo 的印刷啊，增加它的细节。不过在配件方面啊，比方说枪啊，或者是它的斧头啊，也是给的非常的丰富。那如果有兴趣的玩家，其实可以在它这个基础涂装上面啊，再多增加一点细节，我想也是非常好玩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。那最后，如果去快闪店消费的朋友，并关注 TA 啰包笑的 FB 以及 IG， 就可以获得两个彩色箱子。最后，在8月19号有设计师本人的签名会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